哦，我刚刚洗好澡，然后发现到我星期六去迪沙路拍东西的时候啊，因为我没有擦防晒在脸上，所以我晒黑我就算了。可是我发现我的皮肤好像要开始脱皮了，看你看你们看，你有看到吗 ？Oh my goodness， 要脱皮了！你们懂？这几天我已经很努力，每天在做面膜给它保湿补水分，结果到最后它还是要脱皮哦。嗯，然后这个礼拜眼睛都蛮肿了，因为我的眼睛。只要第一天有肿哦，它就连续几天下来都会肿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。首先私底下我要去把我之前300K 订阅要送的礼物都寄出去，然后我等下就要把他们寄出去啊。怎么啊？怎么？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大任务，等再有长乐再给你们讲什么任务呢？今天这个 vlog 呢，应该是我今年的最后一个在马来西亚的 vlog 了。哎，不要吵！喂，这样吗？喂，不要吵！我再不要吵，这样 shut up！在去塞长乐之前哦，要先弄午餐吃。然后就可以吃啊。随便啦，接下去就是了。排美他吗？我妈咪也是有强迫症的，一定要把食物排美美。所以我们就要去寄东西先，然后再去载长乐。我正在等我上车，因为他也想跟住一起去啊。我本来是打算载好长乐，然后我们就去草地再挑战一些东西，就是今天的任务啦。可是这样看天气哦，好像是要快下雨哦，因为这几天马来西亚都是在下雨，所以如果下雨的话，可能就要等晚一点再去挑战咯。毕竟这是今天的任务，是可以走好吗 ？OK， 你们靠，爸爸厉害啊！为了闪镜头哦，我可以拍到我隔壁好像没有人这样啊。哎，走了。我们来了这么远，结果这里只可以拿东西，不可以寄东西。我们要去另外一间。哦，终于到了，就是这一间我们才可以寄东西。耶，我们终于寄好东西了，哇！寄出去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拖了这么久，因为衣服做好不久，然后我也才选了不久。By the way， 我终于寄出去了，接下去再长乐了。然后我会把那10个人的名字都放在我这个 video 的 description 那边，所以你们如果要看你们没有中奖的话，就记得去那边看啦。长乐，我来了！哦，长乐，哦，我忘记开门。哇！拆床了，找到你了。Hello， 观众讲 Hello， 嗨，你们很高兴出现在我影片里面。你们看到吗？乌云密布，那就要下雨了。所以我跟长乐决定等一下傍晚再出来啦，因为我们怕等下拍半场下雨又麻烦，又要收拾。也开始在慢慢下雨了，幸好刚刚我们没有去拍我们的任务，不懂这个雨会下多久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拍一些很长别在里面的画面，因为我家在大马路旁边，所以很长。3, 2, 1，就是拍这个一幕宝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屋子里面休息一下。喂，长乐，我们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穿跆拳道道服嘞。来，踢！这个沙包是以前我叔叔装了，然后我不懂为什么他装了这么僵硬的沙包啊。我曾经在我中学的时候不小心踢太大力，结果熬到脚。这个沙包真的是很硬，你脚如果踢不好哦，那个脚崴哦会熬到。所以需要 sponsor 我们沙包啊 ，Evan 啦。啊，所以需要 sponsor 我们沙包，请在下面留言哦。OK， 我换回早上睡觉衣服，因为我是要帮我家的狗洗澡。弟弟洗澡来，来我们洗澡 ，OK？ 干嘛？脸臭了。弟弟，我们去洗澡，弟弟。洗澡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洗澡，来，弟弟来洗澡来。屁股要起来 OK， 要把你全身弄湿。我们先来洗骨头肥皂。
我帮你洗澡开心吗？帅哥帮你洗澡开心吗？来，弟弟来，哎，哎哎哎，弟弟来，弟弟来，回来回来，哎，要零食吗？抓住，要吃吗？点头，点头，点头 ，OK， 这样好吃吗？你是时候回去笼子了，回去。耶、yeah, ，你回去了。长乐起来了，去破任务，做任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，我们要挑战100片木板。然后我今天就找长乐一起的。会紧张吗？破100片木板。在我们开始击破100片木板之前呢、哦，我想告诉各位观众们，你们不要乱模仿，因为我们是经过多年来的训练才可以做这些动作了。然后这一次我好像是买了0.9cm 还有0.3cm 的木板，照理来讲应该是要买0.6cm for 表演用的木板，可是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是 0.3， 所以我去买 0.3 啊，所以 0.3cm 板真的是很薄。看我们长乐选手已经准备待续了，还找他舒服的地方来破板。这只我们两个人罢了咯，我们也破不什么太多动作的板啊，因为有些动作是需要4-5个人一起帮忙拿板哦，一个人破这样子，随便啦。挑战100片木板，现在开始。全部是 0.3cm， 然后其实跆拳道表演哦，我们每次放一些碎板在砧板上面，然后一踢的时候给它散开，看起来像功力将，不过那都是为了表演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要玩 0.9cm 的，虽然长的手很痛啊，因为刚好踢他手，哈哈，会更厚一点，不管你几下你踢完你都会皮很痛。 Let's go。 哇，超痛啊，是吧？以为可以是不是？这个板破不到。过力凹陷啊，感觉太久没有破了。你们看我的手吗？马上肿起来啊！好痛哦！哎，过力，我真的是手很痛疼了。小猫念过还是受伤啊？真的弄到手了，有看到差别啊？哎，我这样摇很痛哎，痛的，就是他喽，我手很痛，我现在要报仇。啊啊，痛，很痛，我刚才打下去哦，整个手我就震动了一次。爸，不要想太多，我已经受伤了。打绵绵驾车，我帮你载回家行不行？我们要做个好公民，拍完东西拖这些板，不然会给人家造成麻烦。哎，说好了。好来呀、啊，跟你讲，会痛吗？痛、哦，会痛啊！对不起，来了。事实上，我这里应该是有140多片板，可是我们好像只破50多、60多片呐、啊。可是我们已经脚脱皮了哈，很累啊、哦哦，我老了哦。长乐，快点拿上车，快点收起来，拿上车了，快点放好哎，喂，别弄我车，喂喂。对呀、啊，走。喂，关起来。哦，满身大汗，所以我们今天任务算完成了啦，幸好没有下雨哦。耶、yeah, ，想到我们任务达成了耶、yeah ，拜拜，拜拜。